神殿之力，尊地龙，请准备。比赛开始。铁公鸡直接冲到了场地中央。铁公鸡想打谁呢？打神殿之力，打神殿之力，神殿之力冲着狙击手去了。是的。狙击手和神殿之力擦肩而过。哇！铁公鸡和神殿之力碰上了。铁公鸡，不要去打独角兽，独角兽好像。一个人在哦，我们的谁到了墙边？哦，狙击手被你干了墙边。哇！铁公鸡撞到了狼牙棒上。铁公鸡翘了起来。这局对独角兽来说是养生局啊，它还在养生。啊，那边狙击手和神殿之力打了起来，神殿之力啊，打了一下。现在是三机混战。three 啊，独角兽已经要被弄倒了。哇！独角兽还没怎么弄，它都没离开那个区域啊。是的。神殿之力。eight nine ten 三地龙 KO。打狙击手。再次怼到墙边，哇！铁公鸡从神殿之力的冲向袭了过去。被压过去啊，车轮子选了它。现在还有三机在场上，是的，我们的其中一机已经被 KO 了，尊地龙已经被 KO 了。对，哎，但是现在这个狙击手也不动了，狙击手也不动了，狙击手也不动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行动能力，钻地龙和狙击手在中在地方，原地打圈，是否能够移动三移动三米呢？展示移动能力，哇！铁公鸡和神殿之力还在混战，神殿之力在逃，铁公鸡在追，哇！太恐怖了，翻，把我们场上的钢筋都被打爆了，是，翻稳，那边好像。KO 快结束了，是的，这个狙击手被 KO 了，狙击手被 KO 了 ，KO 神殿之力机器已经出局了，神殿之力和铁公鸡打乱了啊，是的，哇，神殿之力正在狂扫啊，找我们的场地，铁公鸡走来走去，确实找不到他，看这两个铁公鸡一直在传，哇，铁公鸡飞了起来，回到了传下了，又锤到了，这几下有效攻击相当厉害，太大了，神殿之力有效的传给他。他蓄势待发，哇！又一次，再一次，这两个打疯了，他们俩的攻击意图都很强啊。是的，都在寻找机会，找到最佳角度对对方进行最有效的攻击。哇！擦肩而过，再来。神殿之力还在找角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打到神殿之力，险些被扛了一下。刚才我们听到玻璃人，再一次，神殿之力再次发威。哇！又一次，又一次，神殿之力，哇！太猛了，再来一次，来自印度的神殿之力能。一次又一次的向铁公鸡发动进攻，这两个人现在是拼了。是的，又一次，又一次，这个大锤子老是管用啊！打不到他呀！再来一次，打不到，一直在砸我们场地。神殿之力很灵活。是的，两个人在周旋，在周旋，还想再打，差一点啊！再来，哇，又差一点。神殿之力这个进攻角度非常刁钻啊！铁公鸡，比赛就要结束了，铁公鸡还是没有能够再次有效攻击到对手，铁公鸡自己在舞蹈，最后一下，哇！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神殿之力在高速的旋转，铁公鸡也很狂暴。反正甭管输赢，先庆祝一下。本场的胜者就是神殿之力。